《民事正经》，台湾人民有信心，欢迎收看《民事正经》第一百十六集的播出。我是邢台科中系教授，咱今日要来给各位报告的主题是，交顶礼拜、交顶顶礼拜合作一个专题，就是有关日本的明治维新、立宪法、交国会制度的建立，交咱台湾宪政的现代化。咱顶礼拜给各位讲到。 啊，即、这个伊藤博文交大维东信，因为日本的宪法交国会的建立后壁所做的努力，啊，安尼呢？因为啊，即、这个伊藤博文，伫一八八五年接种疫苗，伫一八八六年就开始讲爱有一间啊大学呢，啊会当有国际水准，爱会当来培养日本的公务体系啊的人才呢，需要一间东京大学。 所以，伫一八八六年，伊藤博文就开始去协调着东京地区好的学校要按怎来合并做一间东京大学呢？吼。所以，伫伊藤博文个推策之下，东京大学就伫一八八八六年、八七年来设立。啊，安尼，伫东京大学内底就有法律系。啊，东京大学内底有法律系呢？吼，就教着现代啊个即个民法、刑法、宪法,法、民事诉讼法。 啊，安尼，伫东京大学内底，包括因所聘请过来下者诶外国的教授呢，啊，佮应该日本培养的教授啊，包括啊，即、這个啊，咱前界有甲各位讲到啊，没谦次郎顶啊，大卫啊，即、這个没谦次郎啊，佮啊，即、這个水知诚重因者呢吼，伫、喔、东京大学发入学咧教册，内底有两个学生，一个叫做一木喜德郎。 另外一个叫做美容不打字，这个伊姆士德人呢，吼，伊伫东京大学啊法律系毕业了，啊，然后嚟好咧教书，然后嚟校教书，拢是对啊，像讲做教安尼开始啦，吼。所以伊姆士德人呢，伫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了，然后嚟校教书呢，啊，伫一八九零年呢，然后去德国去留学，啊，这伊、个、姆士德人呢。 伊去德国学的，就是学宪法、公法这方面。啊，即、这个伊木喜德郎，伊提出一个观念，啊，就是讲天皇是一个机关啊，天皇机关算啦，是安怎讲呢？吼，因为日本宪法的制定，当时才君主立宪，但是日本伊一直感觉天皇是新计划，所以日本是将天皇当作神。 啊，安尼呢？吼，天皇下底呢？吼，来制定着一部宪法，啊，这部宪法嘞下底则够有民法、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来实施宪法，甲咱保障诶基本人权交财产权。但是，即、這个宪法若用即种啊啊新计划诶天皇呢，即、這個、会造成无民主，因为呢，变成是一种啊。 啊，神格化诶，底者，安尼即无法度有民主呢，吼。所以讲啊，即、這个伊姆史德郎啊，去到德国了，来学着因德国现代法律，因感觉讲即、這个啊，天皇机关术，这是一个啊无适合诶一种啊理论啦。啊，伊、啊啊啊、姆史德郎伊伫德国倒倒来，东京大学阁继续做教授呢，吼。 去教到一个真优秀啊！日本大政的大正年间啊啊，著名诶宪法啊，国家学诶学者，叫做美容不达吉。这个美容不达吉呢，吼，伊伫一八九九年，伊伫东京大学毕业了啊。一八九九年呢，伊嘛是去德国留学，所以美容不达吉去摕到德国诶法学博士，交伊诶老师。 啊，伊木是倒人呢？拢是留学德国，拢是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应该日本培养出来，佮送去德国摕博士得等下。所以美容不打字啊，伊二校咧讲课的时阵呢，吼啊，即、這个啊口若悬河呢，吼滔滔不绝，引经据典呢，吼啊，所以伊伫东京大学法律系咧教书呢，吼真侪啊日本人做爱上伊的课，美容不打字，包括咱台湾人呢，嘛真侪人。 啊，当时去日本东京大学留学的呢，吼，拢是这个美容不达志的学生，美容不达志。啊，所以美容不达志伊交伊老师相像呢，拢采取天皇机关论啦。天皇只是一个机关尔，天皇唔是神。啊，因为因这种公案呢，吼，当时啊，离这个大政年间啊，日本离大政年间呢，有一个叫做大政民主，叫做。 啊！台秀 c 姆克拉西个运动，即、这个大政民主个机关，就是啊，大家真济人拢真欣赏啊，一木喜特郎交美容布达吉所讲个天皇机关说。但是嘛，因为即、這个啊，天皇机关算呢吼，离、哦、即、這个啊，大政机关过了啊，啊，去予日本个军方啊，日本个军方呢吼、哦，去利用着即日本宪法。 内德天皇啊，新计划的地位呢？吼，啊，阁来强调啊，日本的天皇是神呢。啊，安尼变成日本的昭和年间啊，由日本的军方军部啊，你像东条英机，东条英机就是日出大战，就是伊咧做首相。即、这个东条英机因家啊，诶，即个军方呢，吼，就是去运用到即、这个。 宪法内底啊，天皇啊，哥哥在上神计划嘅地位，啊来强调着天皇是神，啊所以展开着真多啊真独裁嘅行为呢，拢用天皇做名具。即东条英机二二二四大战嘅时阵呢，伊做陆军部嘅部长，啊佮兼内政部嘅部长，啊佮兼首相啦，啊所以等于是二交河期间呐。 二次大战的时阵，日本天皇根本就拢去哦，因只个军方啊控制掉，包围掉，所以才会展开掉啊日出大战。所以咱后界才会，感觉讲哦，即、這个二合界未能不打字啊。以及着当时啊，咧主张宪法爱用三权分立，包括江藤新平啊、胡泽玉吉，搁大伟忠信啊，因所讲也是对，所以二次大战了。 日本嘅宪法界啊，因才会感觉讲，美容不打字叫伊木喜多人啊，因叫剑井啊明治期间诶代位忠信，因诶讲法正是正确，所以变成咧啊，伫日本国会内底啊宪法宪法界，因咧感觉讲啊代位忠信伊嘅功劳，煞颠倒比啊这个啊伊藤博文咧佫较悬，即、這個、就是安尼来，啊这个。 美龙不打几呢？教着咱台湾真济台湾人，离日本时代过日本读册，吼、哦、啊，所以对咱台湾诶现状诶发诶影响呢，吼，就对美龙不打几才开始来。但是咱台湾呢，离日本时代啊，结束了啊，一九四七年啊，真不幸，咱台湾就变成有二八十八事件嘛。啊，二八十八事件，咱台湾人啊去日本读册，哦，靠学习诶，吼、哦。 拢真可惜啊！去互啊，即、这个啊，二十八个时阵呢，拢去互啊，国民政府来当官咧吼。所以，咱的啊，日治大战进前，去日本读册真济精英咧，读宪法交国家学个咧吼啊，就无法多留落来。啊，尤其是咱台湾人，离日本时代，咱的台湾大学并无啊，即、这个法法学院无读法律交政治这方面的人才。 所以讲，咱台湾人离一九四五年，来一九四七年，二八事件了。咱台湾离这个宪政啊，交这个啊国会啊这方面国家学这方面的人才呢，会当讲是零啦，会当讲是零呢。所以，咱台湾的宪政的发展呢，是安怎来？哦，这一点就是要讲到台湾啊的这个宪法的制定。我知影讲，咱台湾真济人对。 啊，就发表国这部宪法呢，吼、哦、啊，真、啊、侪意见。但是咱今仔日是咧介绍咱台湾现政的发展呢，吼。所以咱爱甲各位报告着这一部宪法制定诶后壁，啊，有两个足重要诶人呢，啊，一个叫做梁启超。即梁启超呢，吼啊,啊，咱拢知影伊是啊一八九八年啊，即、啊這个光绪虽然做啊改革诶决心嘛、啊，但是慈禧迄阵六十岁咧，吼啊，搁、啊。 啊，将权力摕倒等于咧吼，啊，要来对杀着康有为交梁启超，所以梁启超伊哩一八九八年咧，然后变即位北京日本嘅大使馆，啊，寻求日本大使馆嘅啊庇护啊，啊，即、啊這个时阵咧吼，梁启超拜托伊藤博文咧吼、啊，是毋是会当来救光绪皇帝咧吼？啊，但是伊藤博文无做啊到安尼咧吼，不过啊，伊藤博文感觉讲梁启超即个少年郎咧吼。啊 啊，是一个做改革啊，做啊真好啊！有想要学习要改革中国的一个好少年人呢？所以伊藤博文呢啊，少仔，我安排因个日本里啊，北京嘅大使馆啊，把梁启超送去一只船呢，啊，才甲伊啊送去日本东京。啊，日本啊东京梁，梁启超去到遐了，交真侪中国嘅华侨就接触着。 啊，所以伊才去展开着咧日本的啊，即个办报交教学的工作先下。南城公交车肯定再继续。欢迎邓爱民史进行现场。咱头下讲到一八九八年。 康有为交梁启超离这个戊戌政变了，啊，去寻求着日本的政治庇护。日本的伊藤博文呢，伊欣赏着梁启超这个少年人是这个真有国家意识，啊，要中国现代化的人才，所以用船甲伊协助，甲伊运去东京。所以梁启超去到东京了，就交东京交约克哈马遐的华侨接触着，啊。 当地诶华侨呢，真侪也真有财力。看着梁启超来呢，啊，梁启超真有学识，所以让我来协助着梁启超离日本诶生活，啊，来甲伊协助。啊，梁启超去到日本诶时阵，一开始拢毋捌日语，啊，所以梁启超呢，吼、啊，我对日语开始顶学。啊，伊开始学日语了呢，吼，因为伊诶头壳真好，所以梁启超真紧就我多看日文。 啊，也要看些文料，将啊去照到二一八九八年代，当时日本所出版西洋真侪知识啊，西洋真侪知识啊，拢是梁启超、李东京交横滨呢用日本文来学习到的知识。所以啊，甲各位报告，中华民国这四字啊，这是中华民族啊，中华民族是梁启超伊所发明的。 伊所想出来的一个名词，所以梁启超因为伫东京接触着西洋的真侪知识，啊伊感觉得学日文足好，所以伊鼓吹着大家爱来学日文，啊来吸收着知识。所以梁启超伊伫东京交约翰嘛亨宾的因这个华侨诶中学来互伊办，所以伊来办华侨的中学以外呢吼，梁启超搁伫这个东京啊来办这个报纸。 所以梁启超等于是在日本遐推涉到啊改革的思维，所以伊交孙中山先生呢在日本啊有密切的接触啊。啊，梁启超呢在一九零七年啊去接触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张君迈。这个、张君迈呢，哈，伊真优秀。伊，伊出世在清朝的末期，所以伊呢十六岁。 就中秀才，国语十六岁就中秀才。所以讲，离一九零六年啊，张君迈就考到清末的公费留学。这清末的公费留学啊，这就是当时八国联军啊，八国联军的时阵，拍拍败中国清朝啊，美国将才个赔款的吼，捐出来吼，鼓励吼中国鼓励少年人用公费去。 海外留学，所以这个张君迈就是去考到这个公费留学。所以，伫一九空六年呢，伊我去日本啊东京的瓦西达，这个早稻田这间、個、大学啊，各位咱知影日本东京地区那上介好个国立大学当然是东京大学啊，但是那私立的就是一桥大学交啊这个早稻田大学瓦西达啊，这也、個、是最好个大学，所以。 张君迈呢？哈，因为早到前大学，啊，但是呢，哈、喔，一过年一九空七年啊，伊就去找梁启超，所以各位一个留学生，当去日本读书，过年就敢去找梁启超，这等、個、于啊，有可能无法多回中国，的一件代志。但是张君迈呢，有这個正义感，有这個学识，所以哩，一九零七年呢，因我去。 啊，见梁启超，阿、啊、来协助梁启超呢，伫东京交黄宾遐咧办报纸，阿、啊、哩一九空八年呀，伊甚至佫家己咧办，伊家己也咧办报纸。所以张君迈咧做留学生个时阵，伫东京读册，入咧办家个媒体，啊，真优秀。所以哩一九空九年，遁去中国学生遁去中国了。哩一九一零年考到啊进士。 来中进书，迄是迄阵抑阁是科举考，迄科举考试迄阵抑阁清朝一,一九一一年清朝才结束嘛吼，所以伫一九一零年呢，伊来中进士迄个进士的科目啊，已经毋是考迄个八股文嘞，伊是考法政科，法政科的进士伫一九一零年，啊张君迈呢吼，伫即个一九一三年呢，佫去德国留学。

尽虽然啊，互咱遮遮些人对有意见，即、這个五权上界无立法、司法、行政，啊，搁考试、监察，五权是分开，啊，是互相监啊？即、這个监督的吼。即、哦這個、已经比日本宪法嘞，走向即、這个啊军事集权发动二次大战，已经是啊足好个一个思维，等于讲。

啊，到伊啊，即个老年嘅时阵咧，吼、這個，拢无法度有伊嘅即个啊好嘅发挥嘅机会，因为伊去批评到共产主义，啊，批评到蒋介石，所以即种读书人啊，有即种风格咧，吼，所以咱感觉讲，中国伊嘛是有伊嘅人才，像梁启超交张经迈即类人才，啊，所以咱讲到蒋介石离一九四九年过的台湾嘅时阵，国民政府。 你一九四九年过来台湾的时阵呢，吼，有一个插曲，啊，就是讲蒋介石交国民政府过了，才发现帝国，哇，我台湾，还阁有几个啊，做过日本法官，爱当来台台发律系，啊、哦，教民法、教法，这个法哲学，包括咱所讲的戴恩辉，哦，啊个这个洪顺新嘛，哦，顶只有做过日本法官，但是你。 台湾呢，本土台湾人对宪法交即个国家学有专业的人，煞完全无，啊真少数。哦，佫二二八的时阵呢，佫牺牲去。所以即个时阵呢，国民政府看到台湾完全无现成这人才呢，所以若对台湾派专机啊，等于福州呢去载一个学者，叫做萨孟武。即、這个萨孟武啊，就是国民政府。 对咱台北中山派专机过福州呢，吼，甲伊接过来台湾，因为伊个宪政啊，宪法个专重，所以沙孟武啊，啊，因为安尼，则对国民政府过咱台湾，伊是国民政府用专机去甲伊接过来。这个沙孟武，伊呢吼，所写诶这个政治学，伊所教宪法的课啊，咱台湾真啊，台湾大学。 进所有的教授，也是台湾进作一大学的教授呢，那读宪法的，也是读政治学的，拢是萨孟武的学书学生，也是伊的学孙呢？也是学孙的学孙学生呢？所以这个萨孟武啊，伊啊，离中国一旦讲是民国初年啊，啊，这个日出大战了，真难得的一个陷阱啊，宪法的人才。啊，伊呢吼，各位你对伊的生？ 你着感觉伊即个是怪怪吼、哦，伊是西突厥人，着、就是叫色目人啊。伊个祖先李元朝的时阵呢，是替元朝咧通治吐蕃啊，通治吐蕃，就是咱咧讲个西藏啦、啊。啊，所以啊，元朝正甲因祖先四姓沙。啊，这个沙孟武呢，离这个福州家呢吼，伊真少年啊，真优秀，伊着入去啊。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呢，三文鱼去遐学即个政治啊，政治学交国家学啊，即、这个京都大学呢吼啊，我有去过呢吼、啊，环境真优美啦。那、啊、伫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这拢是真好个大学。即这要当即位京都大学读即、这个学学士读学位啊，这拢是无简单。所以三文鱼一九二一年呢。 入去京都大学学政治学、学宪法的吼，啊，伊学成了，等于中国咧做教学的工作，咧做教学的工作。所以，离这个啊二次大战结束了，国民政府用专机呢，啊，去福州将厦门、上午教授接来台湾，啊，迄阵著是入来台湾大学的政治学咧教书。啊，离台湾大学政治学咧教书呢，伊、啊、所教的。 即个政治学、交宪法所传出去诶，吼，就是咱正规个台湾诶宪政界，交啊即个宪法即个学术界，大概拢是三门五诶学生，大概拢是三门五學,学生。所以讲，估计咱对遮会当看出啊，台湾今仔日会当有即个啊宪政，交即个啊国家诶制度啊，这是真无简单安尼。 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透过着啊，这个德国人 L. B. Moss 和、er, h e i n r i a h Russ 勒来协助日本制定着宪法，才来培养着啊，这个啊、呃，美龙布打几定这些学者，啊，才来培养着萨孟武，交培养着张君劢这些学者呢吼，啊，才才来安尼，互咱台湾人有这个宪政，啊，交宪法。 诶，研究交教学，所以即、這个即、這个制度、這個這個、呢，吼，咱用三周的时间来甲各位报告啊，规个啊，伊个变化诶来龙去脉是安尼，啊，但是咱台湾即几年，咱真侪读宪法咧学者呢，拢是留美诶学者，所以佮引进到真侪美国啊宪法新诶概念到之外呢，吼，即就是咱台湾现今会当安尼继续发展诶基础，交伊诶未来。 真感谢各位的收看，咱后礼拜再继续来甲各位做报告。感谢各位。